公司自2002年成立，已经开发了一套电话话音购票系统。当时第一个客户就是百老汇院线。我们由电话话音购票系统开始，之后陆续开发自动购票取票系统、电影院会员系统、影院 signage 管理系统、网上购票和越来越受欢迎的手机购票程式。我和我的团队一直致力开发一站式的电脑购票和后台管理系统给我们的客户，令他们在业务发展和营运管理上更有效率、更安心。市场上有很多现成的解决方案，在购票流程、商业模式方面都是固定或只可以作非常有限度的修改，根本是不切合不同影院的实质需要。我们影院的电脑系统是在一个基本的 module 上面，因应不同客户的商业策略和营运模式作出相对的修改，配合业务实质的需要。例如就好像顾客可以从手机购票的程式里面提供的巴曲，不需要出示信用卡就可以去到取票机提取已订了的戏票。又例如顾客可以在票房购买的时候一并购买小食套餐，然后可以安安乐乐坐在影院的时候呢，等工作人员将食物送到座位那里。何也一话都不说，害怕连累你一生日月，恨无缺，只差跟你曾遇。另外戏院里面的角色资料的显示屏幕都可以透过同购票系统连接控制，并且进行自动更新。为了配合客户的营运模式，我们是会提供7x24的技术支援服务。当客户的员工在系统上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都会尽快帮他解决。定期落到不同的戏院进行系统的检查，绝对是我们对客户的服务承诺。我们相信客户的成功就是我们努力工作最大的回报。我们百老汇院线其实是有三个品牌的，第一个品牌当然就是百老汇戏院，第二个品牌就是 Palace， 第三个品牌就是 AMC， 是一个美国品牌。我们百老汇院线就帮他经营的。其实我们跟 Golden Dynamic 的合作都很多年了，由2000年就开始，他帮我们做了都几多的事情，譬如包括就有我们在票房上高的售票系统、网上的售票系统，同埋我哋一啲嘅自助售票机，即系话啲 ATM 嘅售票机。咁另外亦都系有我哋电影中心嘅会员嘅制度。呢啲所有嘅咁样嘅嘢咧，都系 Golden Dynamic 去帮我哋搞嘅。咁 so far 个合作都好满意嘅，因为好多时候譬如话我哋去倾啲嘢点去做嘅时候咧，佢哋成 team 人咧，包括埋佢哋啲好 senior 嘅人咧，都会嚟同我哋一齐开会啦。咁同埋我哋有咩困难嘅时候咧，佢亦都好即时去帮我哋解决问题。所以我哋一路嘅合作咧都系愉快嘅。咁同埋我哋都好希望可以继续同 Golden Dynamic 佢哋可以合作。其实以前我都同佢合作过嘅。咁佢当时都系一啲咁紧张嘅平台啦。咁但系今次我哋 Cinema City 新开嘅时候，就要揾一个新嘅服务嘅供应商啦。咁我哋就再揾几个。咁最终我就觉得就系，因为我以前合作过啦，咁我啲所有的系统都熟啦，同埋佢喺呢个行业上面都有一段嘅时间，咁其实佢个系统都成熟嘅。咁最紧要就系话佢能够提供到就系网上啦、kiosk 啊咧，我哋仲可以就系话喺个前台我哋装修嘅时候有啲 consulting 嘅嘢可以俾到我哋啦，即系 interface 佢装修夹啊，或者我哋要买咩机，咁佢都可以提供到一啲 advice 帮手嘅。咁我觉得呢间公司就即系唔系除咗话做 program 啦，咁其他都可以帮到我哋啦。其實佢啲同事都好落力去做嘢啦，咁有時我哋要改嘢，佢都會盡力去幫我哋改，咁希望就係我哋可以喺呢個 program。有見整套系統喺過去幾年不斷提升優化，功能越嚟越強同埋完整，我哋期望將系統提供俾其他影院同業，甚至乎將系統帶到其他國家，為香港以外嘅電影院提供服務。